地方，就是灯光闪耀的剧场。虽然呢，所有角色只是虚妄，迎向阳光，希望一定在前方。重新飞翔，我要飞往云彩发光的地方。有人说前方，脱下所有捆绑，勇敢站在舞台上，不躲藏，不惊慌，让所有悲哀都释放，让生命展翅重新飞翔，我要飞往云彩发光的地方，脱下所有捆绑，勇敢站在舞台上，不躲藏，不惊慌，让所让生命展翅重新飞翔。